今天是11月12号，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，因为今年是2013年，如果以西洋的写法，就是11、12、13，所以看起来是一个网上连号的日子，非常的吉利。在西洋，很多人抢在今天结婚。那么我们一查，中国的黄历刚刚好，也是吉日，结婚的人也不少。然后今天是几号吗？今天是11月12号啊。今天11月12号，你知道我们今天要结婚哦。特别选在这天甜蜜结婚，这个日子换成西洋惯用写法11122013，发现了吗？11、12、13是连号，对新人来说，刚好就是有11、12、13延续性的意思，所以就选在今天。那当然也是因为好记11、12嘛。光是在这一天，同家饭店就有三对新人结婚。在美国，去年12月12日的1212就吸引了几万对新人，赶着在这天成为夫妻。不过这样的好日子可不只有对老外哦。翻开咱们的农民历，依照古老的智慧来说，2013年11月12号其实也很适合结婚啦。11、12、13不只是今年最后一次，也是这个世纪倒数第二个幸运结婚日。如果对终身大事还想再等等，除了明年的12月13号，下一个幸运结婚日可得等到90年后了。就是卫视台副台北报道。